你开始插了嘛？那不该开始插了，你们插完了不是？现在已经。爸在打秧片了。这个田到时候也要打。嗯，要打，到时候不知道我妈想种点马蹄，再种点马蹄吃。嗯。先把这个秧片打出来，打出来，下次还可以用。没有，晒晒叶，收树都是用不了。嗯。那黄豆苗都没看到咯。 可能是浇点水，可能就长出来了。嗯，我们今天去我伯娘那边，去挖点韭菜。我妈说种点韭菜到时候可以煮汤啊、烧烤啊吃。挖韭菜，我怎么听着这个，怎么感觉有点别扭啊？像不像乡下人进城？嗯，好了，好多鱼啊！我天！ 这个应该是那个草鱼吧？嗯，不是草鱼吧？这什么鱼？好多啊！你看，也有草鱼。密密的，它这鱼多都浮起来了。我们的鱼都看不到。现在弄得多漂亮！哦，上次修的就是这里啊。对呀、啊。这个洗衣台。他们也弄个洗衣台嘛，方便这边的人那个洗衣服。可是这个水。 从哪里流下去啊？这里流下去啊！我感觉还是上面的水是流动的。嗯，以前我们在这里这一片游泳，从这里跳下去，蹦蹦蹦。呵呵，这个有点历史喽。这个应该有七八十年了，这个桥。我感觉这里的水好像流的没那么快啊。这里是头嘛，这是坝头嘛。 水在这里，洗衣服的话，感觉都没有什么流动性。这只有从这里流了。哦，太小了哈。你开这里，那有个坝，开完那里的话，那个水就全部出来了。嗯。姑娘，他正在挖韭菜啊。哎。从我阿哥这里，他正在那里。 哦，你过来玩。嗯，走嘞。嗯，也五粒还两块不？五粒还两块的。这白笋奶。嗯。李子。嗯，这李子。结果了哈。差不多了。那都是我哥种的。结的还比较多呢。这李子甜哦，好像我七八年前过来吃过吧。很甜是吧？嗯，很甜。这里还有枇杷。 哎，这个枇杷熟没有？有些黄的，不知道酸不酸。摘两个黄的试一下。好多哦。老妈子今天去买枇杷，被人家忽悠了，说甜得很。哇，天哪！我回来吃一颗，跟小红书那里果差不多。应该还没怎么熟。不行，还不熟，还要等一个月。嗯，还要等一个月。十天半月这样。 葱花没有几多，它这样都够采了。这个就可以种了是吧？嗯。洗干净也可以的。哦，我还以为要那种。这个叶子你拿来吃也得啊。带泥的，我还以为要带泥的才能种的活。哈哈哈哈哈。没有鱼都不吃的。人家这个洗干净了之后了而已，又不伤到根，没事的。嗯、我娘这边种了很多菜。勤劳的人。我婆娘勤快的很了。 上次就在这里艾草，要漂没？嗯，要滚出漂没？哟，你摇过这个东西吗？没有哎，我见都没见过。这个有点历史的，我跟你说。就是地下水井是吗？对，地下水。这村里面很少有这个东西的。我只在电视上面见到过这个，我们那边也没有这种。这个水很好，这个水质很好。嗯，我们最喜欢喝这个水以前。 也可以直接喝的，就像山泉水一样。嗯，但是现在要差一点，因为现在可能很多水质都变了。种桉树啊，嗯，以前这是我大伯家，我以前小时候最喜欢来这里玩了，因为我那个阿九哥啊、阿健哥这里有那个游戏机，知道吗？就过来玩游戏。一天放完学啊，他没啥事的，反正星期六、星期天就跑这里，这里打游戏。
那锄头都要拿边茶园的嘛，拿回去一把锄头。我怕你一胖了，都取几多来？几多？他讲那个十多二十多都得了。嗯。那边野泉都是韭菜吗？对。哇，婆娘种了麦了。那么多。是糯米吗？ 一割嘞，长九天才长出来。那这主要一割，你跟天台都长，南风它不快长嘛？北风它没得，南风天一般也都长好多。它这个利用率高啊，割完了一个星期又可以割。割韭菜嘛，所以割韭菜。名义词上割韭菜，就是这么来的。就是这么来的。反反复复是吧？我说天人怎么那么别扭呢？你们种糯米嘛？ 种点糯米自己吃啊！好，我过去了。哎呀，收获满满了。碾米，打米的。对，打米。它这个水啊，从这里流啊，然后那个有个东西转，就碾米嘛。以前我们这里专门碾米，所以我们村叫做水碾村。水碾村，对，就这么来的。是这么来的。 你种了才能割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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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地就是好。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哦。对。 想吃啥就种啥，嗯，弄完了，到时候葱油有，韭菜也有，烧烤，那个配洋芋，不用去买了，到时候我们农村就是好，想吃什么种什么，到时候土豆也给它种起来，行，就回去了，所以留在这里，嗯，好，我们下期再见了啊，拜拜。